你甲我讲，恁行政效率足好，啊，无你就承认讲恁是行政怠惰，所以讲你无要开高雄市啊，是还袂开啦，有要开还袂开，伊嘛无安尼讲啊，伊讲无啦，啊有影无啊，其他的人拢无讲啊，所以苏贞昌用掠这个话尾啊，你爱甲我。搞负责，你搞我回去嘞啊！甚至总统府规个起气出来啊！你安尼敢有理？哦，恁交通部的门来客嘞，怎啊怎啊安呐？嘿嘞，哼啊，怎啊拢点点，食三碗公饭，恁也拢唔敢答，也唔敢回复。一个高雄市政府这么重要的补助款，这么重要的建设，啊，恁对高雄人参一个交代都无哎？参一张文啊，无你嘛敲一通电话讲，这个案即马要定开会的日期，或者是讲新的部长带我起来，要安怎定，拢无，拢总无。林佳龙起来是林佳龙主张的，啊安尼你新潮流会使讲啊，林佳龙咧甲你揢的啊，唔是阮要甲你揢啊，阮要给你啊，爱部长唔开会啊，恁就安尼讲。恁若是为了派系利益要继续斗争，你著爱甲高雄人讲，是林佳龙甲恁高雄人揢，毋是我行政院长苏贞昌要甲你揢，副院长嘛咱高雄人，陈其迈拢无要揢，啊无要揢会，无要开，啊即马还佫讲一挂五四三的，讲啊韩国个咧甲恁揢这個，啊毋茫他妈生机发酵了，这摆明的就是一出戏。那么对新潮流来讲，拄啊好，嘿。新煞伤害林佳龙，新煞派系斗争嘛。林佳龙正国会的新煞甲你拉了，啊无你着林佳龙，你去家己共解释哦。